龟秀这样。他就大家龟秀啦，比喻呢？小家碧玉咯，小家碧玉。好，九点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English. 对，我们可以一边讲英语一边讲华语都没问题啊。不用紧张啊。嗯，住在什么地方？一轩。哦，一轩。一轩。他是学我的朋友的朋友。Live 了 ，Live 了。Live 了，嗨嗨，会怕吗？压力哈 ，scared 啦 ，she scared 啦 ，she scared。嗯嗯，猫哥，你要不要帮他打开那个雨伞，给他看一下？嗯，等一下他可以帮我们买这个雨伞。打开来，打开来。I carry this umbrella. Whole Singapore limited edition. 1,000 piece. Okay.Marcus give you, I don't think you dare to open. You see, wow, all the Li Jie here, you know. So, you dare to open? You dare to open? Wow, you see me too big. Okay. Now is Pai, right? Hmm.But you choose one don't bring, you know. Yeah, orange color. Yeah, no, you open up like all DJ go in 上妆. Okay, 一首歌后我们就来咯。Okay. Always buy from her. 哦、oh, 真的吗？看一下。我们的雨伞就给他卖哦。哎、欸，看一下。哎呦，天哪！Oh my god, hi, always buy from her. Okay, this is. 不错哦，你真的有 passenger. 哎，不是 passenger, customer. 有 customer 啊。几个人啊，现在？五七六。S Hook 姐姐，哇，你还可以做姐姐嘞，不赖哦，真的嘞，你还有资格做姐姐。OK， 好啦，现在这个所谓网红 Miss Hook 已经来到我们九七二了，嗯，她现在应该很紧张吧？不会啦。会紧张吗？会啦。不要紧张啦，因为斌哥都是会保护一些。我在后面给你挡。太远了。太远了，后面了。后面你就靠近一点，斌哥。太远。太严啊！这种我们就叫高刷是吗？我们叫高刷是吗？这种我们就是叫高刷了。OK。The mountain。昨天这首，哎，那天录那首歌，还记得吗？快乐。好恶心的动作，那还有那种奶味的，来了，多两分钟啊 ，OK。对啊，其实我也很紧张嘞，其实我很紧张。地下电台有些时候，台湾就会这样。嗯，给我放一个 Superstar 的开场，嗯。我跟你讲。坐过来 ，OK， 没有，不是这样靠近，我是这样，不是这样靠近，坐过来，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拍到你的脸啊。但是你讲话的时候，你偶尔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嗯，对啊，这样看一下就可以啊。Okay, after this, huh?So, I think 只有 Lorraine 的部分，我们让他讲英语了，来加介绍他的东西的时候。哦，可以啊。呀，所以你们不讲英语了哈？还是要讲英语？就偶尔我们卖产品的时候。嗯嗯嗯。嗯。给你快乐。我要讲什么？我的产品。OK， 我们会问你关于，为什么你会成立这个东西？嗯。你这个 Miss Shopper Boutique 为什么你会开始这个东西？嗯。然后你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其实是你的支持者，嗯，他们怎么知道你的？
你在这边呀。哦，八岁是 primary two 哦，嗯，现在要考试啊？要了，差不多了。嗯，那你有教他的吗？没有。那很好，很很好。不会教。你这种英，你这种英文千万也不要教。对，不会教。嗯、好像我也不教我孩子，我会，但是我不教。嗯，你相信吗？你不要紧张 ，just be normal。你 just be normal，、yeah. 你不要管他们，你当他们是不在， yeah. 不要紧。他什么时候叫你去做路人？刚刚，今天。好意思开口。OK， 我们有一千人在看了哈。嗯嗯嗯，他好意思开口啊！真的。最爱 Superstar。Love 972遇见蝗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请到了这位 superstar、yes. 现在呢人人都在谈论他、嗯、他就是 Lorraine， Lorraine 是他的原名、他的四方的名呢他的原名是 Lorraine、他的外号叫 S Hook 啦、哦、因为第一个视频传出来的是、yes. 就是他把那个 hook 勾在他的衣服 Lorraine、哦、你好你好、hey, 你好你们大家好早安都讲咧 relax 咧呀、yeah, 啦 ，relax 啦 ，don't be so 紧张 ，you know。为什么 relax？、Yeah. 你要吹一下。对咯，嗯，深呼吸一下。OK， 我们想问一下， okay. 因为很多人都对你非常的好奇，是啊、自从你的这个就是片段呢、啊嗯就是 viral 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这个公司是他自己的吗？还是你就是在帮这家公司工作？嗯，啊，我说的就是 Miss Shopper Boutique 啊、嗯，是你自己的吗？对，是我自己的。嗯，什么时候开始啊？3月17号开始第一个直播。嗯，哇，那你一开始就是用这种英语啊？对，一开始就是这种英语了。那、嗯、销售量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viewer 只有20-30个。现在？嗯，现在至少应该有500-600个吧。哇，你、嗯、生意比较好吗？生意比较好，对。那为什么你会用这种英文？嗯，没有办法，我的英文就是这样，读书又不高、哦、自然的，对不对？那你是自己送货吗？不是自己送货、哦、需要我帮你送吗？需要需要你来帮我背也是你不要嘴巴痒，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嘴巴痒，是需要我帮你 hook 可以可以，你要来 hook 也可以哎呦哎呀今天呢、嗯、我们的 Lorraine 跟我们平时看到他、yes. 他在网上就是推销他的产品的时候很不一样、嗯、不一样哦、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呢？你说没有，今天我觉得他有点害臊，或者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产品、啊嗯、是、嗯、他才会发挥他所长，因为他网上用的语言、嗯、我们空中不能嘛，嗯、对不对、嗯、他就有点限制了，所以、嗯、你不能怪他、可以啦，他不是装，等一下他可以用他的英文啊，对啊，我们可以用英文啊、嗯、可是那些午餐肉啊什么就不要来啦、okay. 好不好那些我们家已经买了午餐肉你就不要再来了 okay, okay. Seaweed 我们家也有了 OK 你要给他妈卖什么、我们刚才大哥不是把一只雨伞交给、啊、对，我们的英雄伞啊，对对对、我们还有多少只啊？还有800多只。所以你通常都是人家给你一个产品，然后你有做研究，你才去卖，还是你一拿你就直接卖了？哦，我一拿我就直接卖了。真的、啊？对，这么厉害，一拿就来了啊？对，一来了，一来就拿了就来了，拿了就来了。Sure will come. Yeah, sure will come. So no thinking one, no script one. No thinking, no script, no script one. No research, no. So, okay. So now you, can you help us? We can actually tilt your mic. Then you can stand up and sell to our come, Facebook viewers. Sell, I sell this. Okay. Sell the umbrella. This the umbrella is the 1000 limited edition, one piece only in Love 972, okay? Limited edition, but sadly, the four of them cannot sell. Still left 800 pieces of this umbrella, okay? The umbrella got all the DJ name, all the DJ, okay? DJ. Got the Chen, Fen, Ying, got the Li Guohuang, and the Marcus Chin, and the... Dennis.
避孕姐 ，OK？ 避孕，的避孕御姐 ，OK？ So this umbrella is the waterproof ah, the logo or the got the 太阳啊 ，all can use, OK？ Now 8 p.m. logo raining, OK？ 8:30 dry already, 8:30 straight away dry. You don't have to turn and turn the water drop, no need, OK？ This one easily dry, no the problem, OK？ You can.The song got a pom pom pom. Li Guo Huang say better not to go the song song. If not, 不好啦吼，不好啦，不好啦，不好带 orange color 去上总啦。OK， 人家已经哭得很惨了，不可以再带这种 orange color 啊去上总。OK， 因为这个不是皇冠。好处是什么？你要去Hanky Panky 啊，人家说呢 ，Hanky Panky 在外面很好用，盖而已 ，OK， 盖而已。还有这样多人帮你顶 ，No the problem，OK、okay? 。他们一拍是拍这些人，不是拍你。他们会专注这些人，不是专注你，所以没有问题的。800只现在多少钱一只？一只多少钱啊？16.9，16.9。一只今天本来是16块，16.9，但现在 offer 哈 ，offer 16块 ，OK， 16块，10块可以吗？10块可以。我们进给你10块啊，10块可以，但是 after discount 啊，还是15块啦 ，OK， 5块钱我们要分啊，我们要留一点车费啊，OK， 这个雨伞你们要订购要怎么订？去你的网啊，去你的网络啦，来跟我买，只有800只啊 ，800 pieces only 啊，啊 ，yes，limited edition， 是 ，limited edition OK， 我们卖15块了哈，我卖15块，5块你赚了哈，没有16块叫我的脸进去 ，I base my photo 的 inside OK， miss shopper 的 hook 啊 ，you want to change the car also can， this one you can carry like this， OK， no the problem， can see， no the problem， you want to go like this also can， you want to use as a what ah, tong ka ah, also can, okay, tong ka, also can, no problem. This one for lady ah, is a very good thing, okay. Got sir lang you straight away, open already, okay. So this one limited edition 800 pieces only. If you want please PM to Miss Shopper Boutique. 16块 with my face okay. 16块 their face only. Okay, let me know okay. Thank you. 真的好厉害、哦。对啊，真的哎，完全是我们就是这样给他，完全没有时间。有看我们 Facebook Live 的朋友，刚才我们只是说，哎，等一下你帮我负责卖这个雨伞 ，That's it。其他自己搞定了。对，而且是大哥刚刚把那雨伞给他的。是。你一直在我们的 Facebook Live 的话，你会发现他只是看那雨伞看一次而已。他很有销售的天分啊。真的好厉害哦！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份行业吗？多。你有做过 sales 做过 sales 吗？我卖衣服其实15年了。15年。对，我从中山就开始半工半读。哦 ，boutique 啊，就是真的在 boutique 卖衣服。啊，没有在 Bugis Street。OK 啊。就在 Bugis Street 卖衣服。说我的兴趣是卖衣服。每个女孩子都喜欢买衣服。对。你的兴趣是卖衣服。卖衣服。给那些喜欢买衣服的女孩子。所以。你的兴趣是卖衣服，对，因为如果我卖了越多，我的老板就会带更多新的进来，我就可以看更多的选择。是为女性服务，很好啊，很好啊。你这个想法很不一样啊，那想法很不一样。对，就是他是一个很大爱的人，就他卖更多，他老板就会进更多新的货，所以他自己也开心嘛。而且他也让很多人开心。所以你在 Bugis 的时候，当你卖衣服的时候，通常。只要你一开口讲，那个人一定会买。我15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会讲，就比较静静。跟我一样了，我15岁的时候也是很内向。哇，你的脸有点不相信了。没有，我15岁的时候很内向，我是住在那个里面的小里面的小巷里面，很内向，我是很内向。小巷对，好，我们商业资讯之后呢？是的，我们再来跟我们的多了解一下。对 ，Miss S 就是 Lorraine， 多了解一下哈。水果是，哇，你真的厉害嘞！几个人？3000人！突然间要说福建话。No， 一点点无所谓，一点点无所谓。现在可以说，可以讲方言了。啊，就你才讲啊，你可以卖多一次，用福建来卖。哎，塞料。又要再卖哈？没有啦，随便哈。16块，又在16块。10块啦，你的面加1块啦。我的面加1块哈。啊，你面加1块啦。重金我卖这个雨伞 ，OK？
你爱送给人，不可以送这个雨伞 ，OK？ 因为一送了就会散，所以不可以送你的 partner 雨伞 ，OK？ 这个雨伞的好处又再要 repeat 啊 ，OK？ 16块为什么要 repeat 这样多次？我不明白，因为我要买。现在只有800只，16块是没有我的脸 ，OK？ 16块，15块没有你的脸。哦，15块是没有我的脸 ，OK？ 如果你要我的脸，加多一块，我可以放我的脸在里面。这个雨伞好处就是它的颜色，第一它的颜色很鲜艳，你出去每个人一定会瞄你先 ，OK？ 还要再买哈 ？OK， 可以了。你们要卖这个哈，记得哈，找我 ，OK， 找我哈，16个人，15加我一个人是16 ，OK， 各位大家，16块啊，真的。16块，突然间不会卖东西去了。过了今天，我看我再也不会再卖了。有人讲，陈建斌含情脉脉的看着他吗？是他含情脉脉看着我啊。那我没有办法才回应，没有办法才回应。这个卖东西是他的专长哎。没有啦，他有一种频率啊。对。他有一种频率。你可以，你的声音有一种频率，太贵的声音，不是是可以吸引，太贵不会啊、嗯。很多人说好像杀鸡这样，啊，外国没有，就是外国的啦，然后配华语，配华语，就来一首歌哈、哦，嗯，真的有卖吗？真的是有卖的哈，有，我们真的可以给你没有一些就卖喽，加你的脸一块喽。没有，叫你的脸一块、啊、你的脸一块咯。你刚才自己开车来吗？哦，没有，我坐的是来。嗯，说、哦 so, 这个 confirm 有的卖哈，我怕等一下我今天 BN 响。真的有人买没？会有人买。我叫他们直接去你那边买好不好 ？OK OK OK， 可以吗？那个钱。OK OK OK， 嗯，可以的。好，我等下我老板跟你拿电话。你刚刚加一下。真的有人买啊。呀呀，哎，小心那个水。我忘记看你们的脸仔细嘞，看才。仔细看我们的脸啊，看我们的脸仔细。倒反，英文 translate 的华语。英文怎么讲 ？I never see properly. I never see the face properly. Carefully. 他很 Q， 而且哈，三头。三头了，三零。三零啊！而且他还年轻呢，你22就生第一个、啊。你这样多年双飞生。不要啦。OK， 我们3500人了哈。啊，敢敢呐、啊？不可以敢呢、欸。敢容易了吧？敢敢不可以了。敢容易了，不可以。啊、敢敢。你老公做什么 ？I mean, OK, OK. 啊 ，money lender。哦。嗯嗯嗯，很好笑哦。为什么嘞？嗯，今天你不是很寂寞？你的孩子一个人。不会啦，有我吗？有你就死掉了，有你。有我吗？一起。哎呦。那你跟你孩子讲的英语也是这样吗？讲华语啊，福建。不会啦，讲英语。你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你是福建人。你跟你的孩子讲英语啊？比较不是这样的啦、啊、他没有看过我这样的一面啊。他没有啊、哦？你没有给他看？没有没有。OK， 你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多人去看你的东西？我不知道嘞，我也不懂。你知道你知道是谁把这个片段传出去的吗？出去吗？其实啊，每次我做直播啊，嗯，一玩了4个小时，我就会 delete 掉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会 record。我在直播的时候他会 record， 我不懂为什么，所以就 share 出去啊，就他们 record 然后 share 出去，那 boom boom 你不吓掉？我其实到了另外一天啊，我还在睡觉，每个人就是我电话响、啊、Do you still have this t-shirt? Do you still have? 我才知道诶，为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跟你买？对，为什么这样多人问这个 t-shirt？ 然后我的老公 send 我一个 link， 就是那个 go viral 的、啊、我也没有去看，因为他每次都会 send 我这些礼物，对对，你也不会去看。你知道他的 Facebook 写什么吗？笑料笑料，笑料什么？他自己在那边笑料笑料 ，My video go viral， 笑料笑料笑料。因为是真的是没有想到了。啊，歹命啊！我跟你讲，全部都是歹命。你3月17号，我以为你是刚开始换这种方式。哦，没有，我都是用来讲话讲。可是我们怎么可以？我们怎么知道你几时会 live？哦、你要 like and follow 我的 page， so, 所以他一开始的话，他就会好像我们的好像你的 message 这样啊，对对，好像你的 WhatsApp 这样啊，要去 like 你们，要去 like 你 follow， 哇、哦、，like 没有用，要 follow，like 跟 follow 啊，等一下你讲啊、like、，follow， 嗯，你可以讲，等一下你讲啊，所以就更多人会去，很多人啊，我们现在很多人3500了，3500，3700了。
你已经打破一个，你已经创造一个历史了。我们九七二Facebook Live， 我可以可以 share 去我的 page 吗？可以。我可以帮你。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九七二 ，share 去你的 page 可以。但是你要 like 跟 follow 九七二，对对对。对啊。share。哎，你不是讲你 intern 完了咯？今天最后一 天，然后谁 take over？ 啊、哦？还没有来啊 ？Catherine 啊，可以不要叫 Catherine 吗？好像我老婆这样。她是 K。OK，Catherine、okay, 嗯。Cat。嗯。我很怕问到你孩子名字叫 Catherine， 我有 phobia。啊？Phobia 我还教你了 Phobia 你们不吃过半个色彩啦自己按摩的半糖色跟你教人的 Phobia Phobia 啊哈 Pho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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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老公的英文好吗半桶啊半桶我这样这样这样你这样你孩子的英文还比你们两个好、啊，产跟产才有吗？哦，夫妇得正，夫妇得正。哎呦，笑死我 ！Say 啊 ，say， 我要 say。say 了没有？你 say 半天还没有 say。有 say 很多，帮你 say 很多。say 啊 ，say。say 很多。哇，我的朋友讲他整间医院在听现在。哇整家医院在听许他会被打错针啊希望撒辣脏他被吃错药配错药、你吃错药还不要紧你还来得及洗酒耶please 哈、啊、来了来了来了打败了很多人羡慕来了来了来了打败了哇姐头啊你大姐头你水了哇妹妹，你的头可以向前一点吗？羡慕吧。妹妹，你的头向前一点，不然她头很大。啊、是吗？啊，你头发头进了不？啊，你翘背。对呀、啊，吃的清淡，可以养。记得啊，十六块哦。这把比较贵啊，这把88。两个比较15的 ，one five five 的 one five six 啊。one seven two。one seven two 好。我的 height。Today he the 172, not the calculus, okay? Not the calculus, 172 Okay, 来了来了哇，搁一支小雨伞的你来了啊已经是早上9:22了、yeah. 啊、很忙啊很忙对啊吉斌大哥没有那么殷勤呢、哎、很忙嘞哇 OK 我们呢一只小雨伞、已经打破了一个历史了什么历史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呢、目前4000人哇、4000人在看我们 Facebook Live 好犀利耶、是啊然后呢已经是哇这留言啊、664则超过了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已经有差不多300个share 了呀、所以有些啊这个 social media 啊、真的影响力真的很大you are right Korean、yes anyhow go and sell hook 啊他I don't think she anyhow 啊对、yeah she actually quit her job anyhow sell never mind but don't anyhow hook yes she very loyal I believe you are very loyal right、啊、什么 loyal loyal、loyal, loyal not royal Royal. Royal 还是 Lawyer? Royal. 你快嘴你看他嘴巴。Royal. 、啊、okay, okay. 有人说他跟 Marco 很登对。No 啦 please 啦她跟她老公才是天生一对、啊、你们的风格、啊哦、风格 OK、样貌当然她是比我好了你看她的皮肤她眼睛夹到 I mean 做到、不是、啊、就美到这样全自然的嘛你你是 organic 吗、organic naturalNatural 啊、yes, 哦 ，Natural， 所以你是有机的脸啊 ，Oreo 啊 ，Oreo，Oreo， 哦，那个饼干啊 ，Oreo，Oreo，Oreo， 全部都是真的 ，Oreo，Oreo，Up down inside out 哈 ，Up side inside out，Up down inside out，Oreo， 全部啦，其实长得很漂亮，对，我也是觉得她很漂亮，真的，我觉得你要卖产品，然后。虽然你的英语不比别人灵光，可是你又带有幽默，又加上你的样子这么标致，所以我是觉得他的频率，
对，他的频率可以抓到人。嗯，然后再加上他本身频率的 English is what? Sorry, 频率啊 frequency 不是 frequency 啊 okay. 啊 frequency 你的英语很好吗？还要教人，要教人呢，马哥。哇，没有 ，Now you there to teach you 啊、uh, yes. ？You got what feeling? Your feeling is、my feeling is very happy. My feeling is very happy. You see? Honored, feeling. Yeah. 所以我觉得他的频率刚好是可以啊，让人家听得很舒服。再加上他的英语，其实也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不好，因为我的也不好，是因为他就是直接从华语翻译或者福建翻译，所以。OK， 很本土文化，是我喜欢它是很本土文化，嗯，对不对？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你的这个 page 有那个 live 啊，你只有 live 的时候才卖产品嘛，对吗？对，只有 live 的时候才卖产品，所以要知道我几时有 live 要 like and follow。Follow 什么、？Follow 我的 page。你的 page 是什么 ？Miss Shopper Boutique。这谁名字帮你选的 ？Miss Shopper Boutique。我自己想的。你是看到 Miss 汤家，你就想到 Miss Shopper Boutique 是吧？你自己想了。对，我自己想了，因为 Miss Shopper Boutique 可以 jump 很多。什么可以 jump 很多 ？jump 很多，可以 Mr. Shopper， 可以 Mrs. Shopper。哦，可以 jump 很多，可以 link， 可以 link 啦。jump many。哇，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真的。然后突然间一夜之间呢，好像这么多人认识你。然后 你自己应该觉得很惊讶吧？会不会？会啊，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突然间这样多人、在看你这个 video 了，这个 viral？ 我其实不知道。Until 很多人WhatsApp 我问我那个 S Hook T-shirt 还有吗？那些 WhatsApp 你的是你认识的吗？不认识，不认识的，不认识。OK， 所以我就觉得怪怪。然后后面我的老公就 send 我一个 link。我也没有去看。我的朋友这些说，哎，你的 video gone viral， 你才知道，就哇，笑了笑了，笑了，因为有时候我骂人，骂人，我讲那些 RA， 哦，就是那些直接跟你买、对，买就是 live 的，为什么你会骂他们呢？一定是他们对不客气了嘛，对他，哦，因为他卖，讲一些话很难听的，还是不是？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在 online live meeting 是今天你我给你一个 code。C 位你就 type C 位，如果你要那件衣服、OK， 我给七号你就七号，如果你要那个衣服，但是他们买了你给他那个 bill 的时候，他们全部不进去，就 cancel， 所以我们有些人就一直 message 我说 Lorraine 你的东西很难标啊，标不到啊，标整晚啊，就发脾气生气，但是有些人标到了他就不要还钱，他就不要还钱，恶作剧，就是不 steady 啊，不 steady 这样咯。有男生这样吗？男生我还没有开始卖，但是多数的男生他们的东西都是他老婆要帮他买，我都有 OK 的啦。我的顾客说法全部都 OK。放你飞机的会有几个？放我飞机，哇！10% 吧，哦 10% OK 啦，是怕 90% 放飞机，只有 10% 是真正给你买的。那个 10% 啊，就是可能 release 一桶，一桶我们又要浪费时间，就是可能四个小时的直播又要重买，然后很浪费时间，因为那四个小时我可以卖新的产品，因为那些 release item 就是一件一件的，我又要重穿给他们，又要重 measure， 又要重跟他们解释，所以浪费很多很多很多时间。所以你有没有 limited edition？ 就是你这四个钟头我卖这个 boxer， 我只有十件、二十件卖完就哦，你就是有 limit 的啦。所以我们这个800个雨伞你要卖多久？800个雨伞，我看应该今天可以玩吧。哇，应该可以吧。Good， 今晚我去做一个直播帮你卖雨伞。哇，真的，如果你这个今天你就把这800只雨伞卖掉的话 ，OK， 兵哥应该会好好对你的。我不相信你卖得掉。如果卖得掉，其实我们也没有800只啦，对吗？我们大概剩500只而已。500只哈，对。你要如果他今天我家还有几把了，可以加进去。你自己的是吗？也是要 clear 的，我家的雨伞。我想问你，你这些产品呢，是你自己带进来的？从哪里拿的？
我一些产品是我自己去泰国带进来、oh. 一些是我 go to 一个 third party 的 supplier 帮我拿进来从中国、mm. 因为他本身是中国人、oh. connection 这些比较是多、mm. 而且我发现、哦、很多人愿意去跟你买那天 我搭 Grab 那个 Grab 师傅说、mm. 我老婆、啊、就是他的 customer 中师因为他卖的东西价钱很大众化、oh. 嗯所以大概是从多少钱到多少钱我们不是有很多、嗯、你说卖二手衣吗可以通过他的平台来卖可是他的都是新衣啦对我的新衣、嗯、对二手衣可能比较难卖啦、嗯、我的价格就没有超过二十块哦，所有的东西都不超过二十，不超过二十块，不管是上衣、下衣、下衣里面内衣、全部外衣、短的、长的，全部都没有超过二十块哦、嗯。所以卖的最好的产品是什么？通常、不一定嘞、嗯、因为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 样, 不一樣、嗯嗯、你卖过最奇怪的产品是什么最奇怪我看是那个 boxer 吧、哦、boxer 为什么 boxer 会奇怪呢因为 boxer 你穿得很好看啊不错、哦嗯、我也是觉得嘞我也是觉得、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的 Facebook Live 5000人哇、wow, 谢谢谢谢连 boxer 是卖你最奇怪的对 boxer 奇怪因为第一我要一个女生要卖男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嗯、难的有那些阻碍、啊、有那些 obstacle 啦有些 obstacle 啦、啊、对有那些很难形容、啊嗯、很难形容 obstacle 就对了很难讲、哦嗯、那种 C to B 啊全部在那边说、啊、我很难连如果有些有那种黑森林我也很难我也很难要解释给他们听、嗯、说呀个在讲的时候在介绍的时候啦对那些黑森林啊、嗯、这些顶住啦他、嗯、会不会穿了很痒那个布会不会很烧我不知道你不给讲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那你为什么不要给你的老公 try 他不敢为什么他没有像我这样大胆他怕皮肤敏感、哦、没有他没有怕皮肤敏感他不敢、啊、没有就是你先给他穿一晚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穿了你感觉怎么样所以你卖的时候比较方便吗我就是从他那边他 try 了他做我的 guinea pig 了我才带进来卖的、哦、第二天、哦、才给卖、啊、我才想了很久不要紧你老公不穿以后我穿我 try It's a no the problem他还可以，他还可以套，他还可以套在头上。他穿了这边会不会生东西啊？还是什么？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不要乱讲。他的东西都很干净的，对吗？不可能说全部都是很干净，因为我们无法那个量太多了，无法一个一个去检查。但是有些顾客买到可能会撞到一些 stain，、嗯、有些会破。破洞破洞啊破洞有些线会松有些有多余的线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帮他们剪的、嗯、没有时间剪把那些自己剪 OK 的吗不可以有些顾客不可以拿回来叫你帮他剪没有换 Lorraine 这个布啊为什么这边有一条线 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剪可是 Lorraine 没有时间帮他剪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东西就是自己拿剪刀可以剪对我不要因为我剪了可能 它会破哦、oh, 啊，就那些是吃鱼的、嗯，吃鱼的，对。OK， 你卖东西有没有一个宗旨？宗旨不是比宗旨啦，不是比宗旨啦。你以为我不会比呢？ Okay, 我还比你厉害啊！宗旨，宗旨就是有你自己的，你自己不可以跨越那条线。对，就是说你的宗旨就是说啊，宗旨还有是。The middle finger、不是啦middle your head 啦我还 middle easy OK 宗旨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自己的好像原则你的 rules 跟 regulation 好像说你我不卖超过20块的东西、嗯、我一定要怎么样然后我不可以说欺骗好像说我一件东西我赚你可能 50%40% 我就够了我说 example 你不用这样看我知道你是超过 100% 的然后就是有不可以欺骗顾客不可以什么什么自己有没有一套想法 OK 我这边是说、不管你是 regular 也好还是你是新的也好的、嗯、这边是48小时之内我给你那个 bill 你一定要还、OK 不可以拖延不可以什么、okay. 因为如果你拖延全部东西在我家我就不可以 move on 到下个 life 我要等 payment 全部 clear 我才可以 move on 下个 life、嗯、因为如果你没有还钱全部东西在我家我不敢做下个 life 我也不要给人家一直标一直就是不要还钱然后累积到一个数目、嗯、也不对这个是他们上瘾了、这个是他们上瘾了是说、
在每个人觉得在 online 买东西可能有时会被骗。嗯，我这边是说，如果你买到我的东西，真的很抱歉，是说破洞，嗯、我会 refund 你。OK， within 7 days，、嗯、你一定要。纸袋我怎么给你你就要怎么还给我、嗯、纸袋价格衣服 make sure 不可以穿因为不是每个东西我的衣服都有 label 是、嗯、没有 tag 所以我怎么给你你要怎么还给我给你嗯嗯 OK 所以这是他的原则啦、嗯、这个叫原璧归赵啦 嗯是 OK 啦、啊、他有他的那个原则所以就是全职了、啊、你就全职在做这个行业我五月就辞职了 嗯因为真的是应付不来是了是了你觉得这个比较好赚了、啊嗯、不可以说好赚之前你还是卖衣服一面卖衣服还一面做这个、嗯、哦但是应付不来、嗯、因为那个 BM 有些人很像还钱了但是你在做工你不可以 reply 他他觉得 please reply please reply、yeah. 你是不是骗钱你是不是拿了我钱要跑这种、嗯、他们就不明白你也是有做工的人 sorry 啊我是很双顾的啦那些钱是直接进你的 account 还是对对他是进我的 account 说头头我做的时候、嗯、什么是头头头头 and the starting、啊、the beginning 哦、啊 oh, okay, okay, 头头是 beginning、啊、yeah, the beginning、啊嗯、is the know the customer so go my account. own the shaving account shaving、嗯、but now but now because are theDBS and POSB are called Dot I the Jiu Along 因为一直有钱进来因为进出的 transaction 数目太多了所以他就 suggest 我开一个 corporate account、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多人专注了嘛、嗯、我也怕我就开 register 了一个公司、嗯嗯哦啊、所以你是有报税的啦啊，要报税当然对对对我的吗你弄得很激动哎、这个、当然啊、对对当然当然就好不用那么用力当然不用那么用力实力带用力、哦、因为你没有成立公司你就是是是是是是 OK 目前呢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呢是大概接近6000人、啊、OK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 Love972 的官方 Facebook 的话呢你已经创下历史了也希望你再给我们创造另外一个历史就是赶快 Like 跟 Follow 我们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也, 也要 Follow 跟 Like、啊、对Miss Shopper Boutique、oh, OK 我就要讲他的名字 Lorraine 不是 Lorraine、啊、没有我就讲 Lorraine 我就讲 Lorraine 其实 Lorraine not the Lorraine 其实名字很好听而且你在 pronounce 你名字的时候、嗯、样子很性感你可以对着那个镜头讲 Lorraine 、啊、哪里哪里、啊、这边啦、啊、这边 Lorraine OK 啦 OK 啦好、嗯、好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虽然很多人很想继续听他讲话、嗯但是没有办法、哦、广告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yes. 好 Marco 你先报天气。Love972 天气预报。从现在开始到晚上9点钟呢新加坡多数地区呢都是晴朗的。嗯、那么气温呢是在24到34度。Love972 天气预报。厉害、啊。哦等一下你可以讲有人 冒充你的。冒充你佛等你去报警、oh, yeah. 冒充你的就 讲是他、oh, OK、嗯、很坏哦冒充他做什么、嗯、就是要赚钱哦 No I mean 冒充他什么冒充卖东西、啊、讲是他咯、oh. 讲 When Recently 什么时候、I think 是我的 video go viral 的时候吧 Next After video go viral我、哦、自己又多一个、啊、嗯哇 OK 哦你1分30多一分三十多他的经理已经可以拍一部电影了嗯 Marco 他的经理已经可以拍一部电影了、yeah. 不过 你卖衣服你会卖吃的吗吃的木嘎达吗没有现在买拿一个贵给你贵啊可以不会贵不会贵不会贵你觉得你有 confidence 你什么都可以卖的啦你觉得、嗯、我要看呢、欸、就算如果那个东西可能不好我就尽量会想它的好的一点去卖给人哦、但是如果一样的也不是说不好可能比较难卖、啊、对比较难卖啊沙发、嗯、难卖一定会啊嗯其实雨伞不好卖对吗讲不容易卖因为人家板凳送雨伞啊爽爽嗯、直接散哇 你这买东西来啊好我买巧克力给你们、欸、不用啊谢谢你们谢谢啊什么谢谢
啊，比如 你的是你一个，他跟人家学，你自己 private limited 自己收。Awfully chocolate 啦。嗯。chocolate。Awfully chocolate 啦。哎，你干嘛花这么多钱？这多少钱？一个多少钱？不会啦，不会很贵。limited edition。常来了，下个礼拜我再叫他来。下个礼拜我再叫他来。Okay, okay, now we sell this chocolate. Okay, one up and a gote. Then we got a different flavor one. We got look like a jian-tan,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chocolate with the kana. And this one is the, with the Australia tower. And this one is like kwe chi, and this one like lingbong inside also have. So actually, we got limited edition. We got 2, 3, 4, 4 up. So this 4 up, we finish. One up is $180. Okay, with my photo, 188. Without photo, 198, okay, so you choose. You want my photo? 188. You want my photo? 198, okay. This is a honey chipper chocolate, okay? Okay, so you want you PM you? Yeah, your pepper. Your pepper. I forgot to open the umbrella. The pepper always here. On your face? The left, yeah, the left. Oh, I see. Oh. The left, the pepper. Left and the right. Yeah. So this one good, yeah. This one chow chow. Yeah, it's okay. Yeah. 怎么去浪费钱？吃的东西不可以说浪费钱哦。我可以去吃一个红龙的。可以 go 我不懂。hook 谁比较多？哦 hook。我们准备一堆东西给你们。哦 OK， 我 hook 他吗？我 hook 他就很好 hook。哇，连我的 WhatsApp 都这样多人。我的每个朋友，哇 ，she is very power 啊！奈罗拉，奈罗拉，奈罗拉 ，OK， 奈罗拉，看你的树类啥？为什么有树类？你的八朵，它在空中，嗯，我还有拿我们的九界替身。这个怎样开啊？嗯，你不要问我，不是我买的。什么东西 ？OK， 哥，这个怎样开 ？How to open the cake box 啊？怎么开 ？Throw to the floor, it open now. Throw, say again. Throw to the floor, it open now. 他太像我。I don't know how to open it. 啊？太像我嘞。Yeah. 哦，注定的啦。Hey, off your handphone. Yeah, 只有这种人才会 attract 到我们。真的。女的。白雪很美啊！有没有讲偏话？哦 ，It's a useful dog， 奈罗啦。奈罗啦。哦，它本来就是那个 shoelace 给你绑这些的啊。啊，你自己 design 哦，自己 design，designer dog， 这是 designer。什么呢啊 ？Designer。You can hear the job the here or the job the here， up to you to die。Designer dog， four color， $9。Virtual but nice but useful。我不觉得嘞，我觉得很美嘞，你觉得不美？真美耶！我觉得没有人会叮咚这样掉这么多啦。OK 啊，没有 OK， 他可能不会吧，可能就是。所以你才想到那个 hook 啊？啊，对啊，我觉得不美，掉了龟壳 ，the wonton me， the umbrella， your easy link can dance dance， easy link also can dance， easy link， easy link 啊，单位。dance 啊 ，the bus 啊 ，the bus， the bus 啊，那 can hook 吗 ？can hook。EG link you can do that. Now you see, that. You want to hook your cow also can. Walk the dog, walk the dog. Ah, that, ah, very useful, useful dog. So cute, 太可爱了。哎 ，Hello， 有人 complain 你的 chocolate 咸哈。Awfully chocolate 就是不好吃的。You read the English, you know already. Okay. 甜甜嘛。And this timing the chocolate.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巧克力啦。啊。嗯，中秋节几号？But can last until the next year? Ice already. 啊，巧克力。有防腐剂了。哈。中秋节，你真的？四天前买的。中秋节四天前啊。对了。中秋节。把可以你看盖回去了，你看。把盖回去好。把这是他开玩笑的 ，Lorraine 开玩笑的，这是。这是很好吃的 ，Awfully chocolate 对啊， yeah, 他们的品质很好的，可以那一年我才买的，对，不能开，哦，他是从那边抽出来，我不能开，而且他们的
们的 design 这些都很好。哎，这个你拿回去，拿回去卖喽，因为这个对，可以做一个 bag， 可以做一个 handy bag。对啊，你这边切开，不用切，这样可以做 bag 了。啊，可以放电话，电话喽，电话、地书，全部可以电话。电话，你看。真的嘞，我表妹死了，我变来了。Can put your phone 呢？Can put your phone 啦，还可以给小孩子放在桌子看呢，好累啊。Anna must buy the S hood 啊 ，S hood， the S hood 啊 ，can go， 可以的，这个可以 show， the S hood 啊 ，S hood， OK， can go you see， can go， 高有一机灵啊， can go the 一机灵 ，I see 啊，我 I can go， can go the umbrella 哈 ，umbrella， can go， as long as you got the S hood 啊 ，no the problem。OK， 哈哈哈哈 Fashion Fashion Fashionista， 嗯 ，See can go 嘞 ，Buy many many 啊 ，Not one 啊 ，Many many。其实真的这个 hook 好用，这个 hook， 这个 hook 好用，真的哪里都可以 hook， 真的哦，你仔细想一下，真的，以前没有觉得那么好用，看到这个 T-shirt 比较好用。OK， 来了，来了来了，这个 bag 你不要啊，这个 bag。这个 bag 你不要啊？这个 bag 你不要哈、啊？没有啦，他的啦。哦，他的 bag 哈、啊。好呢。这个 bag 不错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在听节目的你。我们目前呢 ，Facebook Live 的人数呢，7000多人呢、啊，是7000多人，也有2000多个留言呢、哦，哇、嗯，2000多则留言。Okay, 所以我们震惊的来讲了，这个就是新媒体的一个威力，威力。我想连Miss Shopper Boutique 的 Lorraine 本身也招架不住，他也没有想到。哇，这股旋风啊，会吹到他这里来。这个其实他的情况就跟当年我们钱不够用亿的时候，我们还来不及享受那个票房500多600万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一下子你没有办法去享受那种，大家给你的这个认同，所以你很难去，所以你现在到外面去会不会有很多麻烦呢？人家说，哎，就是这个卖 Miss Ho Miss Ho。有嘞，我去四马路拜神，有人叫我护姐。护姐啊，很难听哎。那不然你觉得叫你什么姐比较好听？你希望人家叫你什么？就是、说真的，可能 Lorraine。那护姐很像，好像对，在护这样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式来介绍一下哈。真的、大家好，我们是遇见蝗虫，我是周重庆，我是李国煌，我是陈建斌，我是碧玉。我是 Lorraine 啊，是 Lorraine、是遇见蝗虫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6点钟一直到10点钟Lorraine 呢，如果呢你要就是继续去看他的现场直播的话、非常简单，有一个时间的吗？没有嘞，你就是我本身的时间，就是你什么时候 live 都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你每次 live 多久？有时候最长可能8个小时吧。哇、八个小时，我有8点卖到早上5点，哎呦，凌晨5点，有人看啊？有嘞，还是很奇怪，有嘞，而且他一个人呢，天哪！你是白天睡过头是吗？白天睡过头，所以你晚上你不用睡觉，就是你晚上睡不着，你白天有睡太多了。没有吧，我是晚上会比较有空啊、晚上那你在直播的时候，女孩子嘞？卖衣服啊，就是他睡啦。8点他已经可能晚上8点直播，我就叫他去睡觉。可是有时候我看你的直播蛮吵的，你蛮吵啊、你孩子他还是可以睡的。哇，我有跟他说过，我喊救命你也不要出来、就是要叫你的名字你才起来、然后老公呢，老公有时候没有这么早起来，他就是趁我直播的时候啊，可以去 happy 啊happy 啊 happy 啊，他就说老婆 sorry 你要直播哈，他没有 sorry 没有嘞，然后就你要直播哈，那我出去我不要吵你，他没有出去不要吵了，直接出去，他没有讲啊，哇不错哦，你这种不错嘞哈，他也是为你好吗？对了，我这种不错了，他也是为你好吗？他不要吵到你嘛，他也是去外面直播了。Hello， 你不要乱讲话哦。目前一个孩子，然后年纪还这么轻，有没有想过？目前两个孩子，
哦，我老公也是一个孩子。哦，对啊，大孩子嘛。大孩子。哇，你很忙嘞。很忙嘞。你嫁给了一个大孩子。大孩子。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你还要自己。我的衣服也是我孩子。哦、oh, 嗯，哇 ，very good， 是，我觉得，Lorraine 呢，她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很有创意的一个女生，是是是，她刚才很直接的说，有些产品可能不好卖，她就必须要想出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对，可是她的这个巧思哦，就让她红了，像那个那件有洞洞的衣服，她本身就觉得没有很好卖。因为可能整个设计他不觉得很漂亮，对，所以他就利用那个 hook 的方式来介绍这件衣服，没有想到这样就 hook 住了百万个人的心。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在外面坐地铁开车看到有人穿一件 T 恤可以 hook 一机灵 cup 的话，那就是你家产品了，对，对不对？也不一定，可能是我的吧。对啦，可能家里本来就有，听到你呼，他也跟着呼啦。跟着呼。哦，厉害，真的是。而且我觉得一个女生啊，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然后自己创业，真的很不简单。然后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股威力，是哇，我觉得你接下来一定要好好的去规划一下哈、真的要规划。是，如果有商家找你呢，就是说，哎，不然我请你来帮我卖，打给我就好了。我现在直接签他五年，要不要？签我制作公司，我签你五年。哇，真的！哇，我要一年。啊，你不用一年。风油。啊，要风油。我签你五年，你照卖你的东西，有人找你拍广告要找我。哇，啊，我只要抽你18%就好。至少有人帮你谈价嘛。对，不然你会给人家欺负，要不要？好啊。真的吗？真的。五年哇。哇，我签你五年哦。哎，他下一部电影，free你一年 ，free。不要了，不要了，你老公，你老公去，你老公去，你老公去外面直播，你不要紧，不要紧 ，I free you the 1 year。I don't want. Not enoug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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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better consider. OK OK 可以 OK 可以挂名了吗？把那个挂 OK， 我那一年我挂给斌哥。OK， 把 you must know 其实你可以去做嘛，比如说有些餐厅啊，可以叫他去做直播。Yeah, 他介绍那个美食啊，啊，你看刚才就有整7000人看，对，所以只要他到你的餐厅去，看多少钱、啊？我跟你，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真的，我签你3年就好。Yeah, I free you 2 years. I also know the joke. But you must know this, you know. Yeah. Now, Bingo also same company. Yeah, 他是男主角。Yeah. Ah, so if you sign only 1 year. So eat the food. 我不做。No, only 1 year. 1 minute enough. Yamaha. 1 minute. Yamaso. Oh, you're my heart, you're my soul. Yamaha. 听成 Yamaha， 因为他是唱 Yamaha。Yamaha, you're my soul. 兵哥来回。哎、是不是那首歌 You're my heart, You're my soul, You're my soul, You're my heart 嘞。I like you, I like you, yeah, 真的很可爱。你完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不是 criteria 里面的，你就是在我们这个 criteria 里面。我可以跟你讲，这个是我看到莫小玲之后，另外一个真的可以在娱乐圈带给欢乐给观众的人。是，他就是让我觉得，因为我找不到另外一个莫小玲了，对，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但是我们终于找到，终于找到一个接班人了，形象不一样，签3年，飞2年。年然后兵哥 free 1年 free 1 minute 1 year and 1 minute 1 year and 1 minute OK OK 哇，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我很开心，马上签了嘞，哇来了嘞，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视频之后哈，我就马上联络你，我没有想到你也很快的就答复了，真的非常谢谢你哈，啊，所以我要写，国防签名你也签名。金刚媒体，金刚媒体，金刚媒体 ，OK， 3年，合约，有 King Kong Media， 真的真的，我们刚拍完一部电影，你算的 contract 啊 ，contract，contract， 然后这了 ，OK，No， this one must prove first， 到时候再给你真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啊，现在在听。然后带你去 lawyer 那边 ，lawyer OK 啊，还要写你的 IC number，IC 这一定了吗 ？IC 不是 IC， 爸爸喝酒我怕。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因为我们 Facebook Live， 等一下再写，所以现在这个是啊，
口头上的 OK， 所以在看我们 Facebook Live 的朋友，你们想签他想用他找李国煌 too late OK 三年 free 两年，兵哥 free 一年，就六年，他一家大小只有他我们负责，哎呦，老公跟孩子我们不管OK so sad what do you mean so sad you have to consider first、huh? 不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人帮他 manage 是啦对、因为如果他帮他 manage 啊Manage、Manage 是你的 Manage、因为有些时候他自己不一下子不能接受，他真的一阵子就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网上你要应付的客户很多、他一个像弱小女子，但是他气势大，我觉得卖到天亮了，对呀、这不简单，口才也要很好，脑筋要转得很快、对，真的很佩服、是、而且我觉得他除了很有创意之外呢、他也够漂亮，漂亮啊，正妹来的，是 okay, 他不是属于很漂亮那种，他有点像小贤、那个台湾什么小贤，台湾有个演员叫小贤、我觉得他是给人家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哇，如果你在台湾就好，你可以加入他们的购物平台，所以虽然他不可以给你幸福、可是他可以给你舒服在讲什么这是网上说的哦，就是因为看着他很舒服、至少他真的，而且很多男生现在都开始在留意他，是因为他卖那条裙嘛、155 然后162那个、然后呢、他的脚哇很修长，很修长、对啊，所以、每个人都说哇这女生的脚好美哦，是、OK 啊，三年加两年加一年一分钟Shit year. 什么 year? Shit year. Shit year. Shit year. 好，要骂什么 ？Six years. Lorraine, OK, 非常的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九七二，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真的也希望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购物网哈、能够继续的发展的很好的。我相信很多人，你只要继续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卖你的产品，对、我相信很多人现在会跟随着你。是，而且你要知道，现在马云已经退下来了。你就是另外一块云，就另外一块云。其实你姓什么 ，Lorraine？ 杨丽玲。杨丽玲啊。莫小玲，杨丽玲。I like you, I like you, definitely. 24打，莫小玲，杨丽玲，只要有玲啊就可以了。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你最爱的新加坡。哇耶！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Miss Shopper 来到我们972这个地方。他不只是带给我们四个 DJ， 我们现场旁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老板快乐，也带了多少千？8000个 Facebook Live 的朋友快乐，真的哎，跟他们讲谢谢啊，他们都来看你哎。是的，然后啊、希望他在网上卖产品，真的是可以卖到一个春天来。我们不是说他要做到像马云这样啦，但是做到呀，越做越好就可以了。好、然后三年、六年的合约，这个是confirm的啦，好、已经签了的啦。OK，Thank、okay, you， 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 you, bye bye 谢谢你们，拜拜，拜拜，拜。叫马一凡记得找我哦。